东南亚草木繁茂，百虫横行，自古便有关于养虫育虫的传说。当地人从传说中得到灵感，以生物技术改造昆虫，却意外制造出拥有奇异能力的异虫。异虫寄宿于人体，让人获得难以想象的力量，最终也引发了无尽的纷争。想去哪儿？林渊会的走狗，跟了我们这么久，空手回去不太好吧？七星会神，是我大道，就要归行。借我明光！呀！老大，还用继续追下去吗？不用，下面有东西对付的。我叫陆总，和大多平凡的年轻人一样，来到大城市打工，摆过地摊，进过工厂，卖过保险，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家小店。但在我24岁那年，我突然收到了外婆病重的消息。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我的命运即将发生巨变。
大黄，啊，大黄，小左，啊，你回来了，孙姨。哎，赶紧看看你阿婆吧。孙姨，真的很谢谢您。我不在这些日子，多亏您和四灵照看外婆。哎，照顾阿婆也是我们应该的。寨子里这么多年，幸好有阿婆，大家才这么一直顺顺当当。淑亲，哎呀，好了，不说了。你好不容易回来，多陪陪阿婆吧。啊，您慢走。独父龙出海，独母蛟入江，独子满草木，眷属遍四方。后面呢？怎么不背了？我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。再说背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啊？我喜欢看的是后面的话。小左长大了，想要做什么呀？我要去城里。我要赚好多的钱，还要吃汉堡，买很多的玩具。一个菜鸟若鸡，一个将死老妪，需要这么多人来吗？李大爷，这龙老兰。怎么了，大黄？别乱叫啊！大黄，大黄，大黄，你怎么了，大黄？什么人？时间，速战速决，去死吧！金光如线，线如铁，萤火齐息，遍四野。金光如线，线如铁，萤火齐息，遍四野。龙老兰不容小觑，你们两个太轻敌视。小左，外婆，太好了，您终于醒了。小左，倒茶。喝茶，快点儿。老大，
龙老兰，快些交出金蚕。老大，身体都不了了。老兰，你大限已至，何必还要与林元辉为敌？小佐，他们说的没错，我时间不多了。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，但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交代于你。外婆是个虫师。虫师？外边那几个人也是，不过他们是一群自称林渊会的邪魔外道，今晚看准了外婆命不久矣，所以来抢夺外婆手里的金蚕。金蚕？外婆你在说什么呀？龙老兰回光返照，定会拿出金蚕，赶紧挑衅。这世上有许多拥有奇异能力的异虫，虫师通过与异虫共生获得力量，而金蚕乃是万虫之王。于世人而言，金蚕是馈赠，也是诅咒。如果落在他们手上，必会为祸人间。我本该将其销毁，但却始终没有做到。金蚕，你小时候我让你背诵的，是记载了各种御虫药医的笔记。为了防止落入奸人之手，书我已经烧掉了。你必须用心研习，才能将金蚕销毁。外婆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明白。而且，如果你做不到，就只能下来陪我了。有玄机之法，动手。你不要怪外婆，我本想让你平平淡淡地度过此生，但命运如此，也只有你能够托付。听我者聋，视我者盲，图谋我者反受其殃。这是怎么了？麻烦让一让。怎料未及，铁马响应，三国存档，我归去。神州地府也有灵情，小门之女神经，不饮这天惨伤水底，三国存档，小人。
你被神头长命小祖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孙爷，你听说过虫师吗？什么虫师？没听说过。哎，让他，让他！干什么呀？今天比赛不问道理。我的表演是给你们练的。老姐姐，走好，没胜败胜。你是陆佐？请问您是？我雷公寨与敦寨同属三十六洞，我与你外婆更是师承一脉，论辈分你得叫我一声阿爷。啊，小帅哥，话不多说，我们此行是来跟你要件东西，就是你外婆手里的那只金蚕。您说的这件东西我从没有听说过。哼，看在龙老兰的面子上，我就跟你多讲几句。现在盯上那金蚕的可不止前天晚上那几位。小伙子，雷寨主也是为了你好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这道理你应该懂。早点交出来吧，也能换个安稳日子。各位要是没有其他事，请回吧。哼，既然你不说，那么别怪阿爷不客气了。看谁敢！我是食物。屋里翻遍了，没找到。怕不是想要带进棺材吧？敢碰外婆，我绝不会放过你们！后生小崽，胆敢放肆！金蚕在你身上。把金蚕交给你这个外行，龙老兰只是老糊涂。肯交，那阿爷我就自己动手了。千鬼万虫，金龟无神。还是，金蚕在保护这小子。踢开老夫，今日恐怕我只想安安稳稳地送外婆最后一程。你们走吧。
寨主，您没事儿吧？你，寨主劳累，小心走火入魔。就让属下替寨主取回金蚕吧。小帅哥，之前那晚是你运气好，今天可就没那么幸运。拿东西，当然要用最直接的方法。哎呀，正所谓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小叔，小祖，你还好吧？事情还没完，你想去哪儿？臭丫头，少在这得意忘形！小叔，那个女孩是？哦，那位是东关皇家的大小姐，皇妃。皇家？雷煞，你作为一寨之主，手下混入林渊会的邪魔外道，自己还不知道呢，哼，真是老糊涂了。如今龙老兰已死，就凭你们这些蝼蚁也想反抗，简直自寻死路。雷煞，你这个老莽夫，配得到金蚕？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和小丑没有分别。闭嘴！寨主，您在属下服侍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就和属下共赴黄泉吧。戏耍老夫！那这些人会怎么打呀？总有一天，金蚕和你的小命不会落入我们林渊会手中。我们得赶紧出去。我不能走，阿婆在这里，不要命了？快走！阿婆，小姐，要下雨了，再等一会儿吧。
雷寨主，鼎渊会到底是些什么人？三十六洞又是什么？你外婆没告诉你吗？我们三十六洞极善培育异种，曾经也是能人辈出，而凌渊会这个组织后来居上，利用异种钻研邪法，为非所可。雷寨主这趟前来手段也不错呀，怕是凌渊会也自愧不如啊。你是我鬼迷心窍，一时糊涂，但我绝不会与凌渊会狼鬼为奸。小叔，算了，我知道的其实也不多，但是金蚕的事情我倒是了解一些。来，把手给我看看。这血脉有时候会扩张蔓延，让我痛苦不堪。虫都是有毒的，你得想办法压制才行。你外婆应该会告诉你一些相关的办法吧。父是穷龙穷，母是舍耶女，眷属百千万，如今惜之辱。青山界矮骡子，这不就是猴子吗？外婆，外婆，这怎么会有只猴子呀？矮骡子。什么？矮骡子？哎呦，都到这儿了，你还想打退堂鼓啊？哎呀，那你们说找人也没说找矮骡子呀？呸呸呸！什么矮骡子？是矮老爷！莫怪莫怪，矮老爷莫怪！喂，李德才，你在这山里也几十年了，提起矮骡子，还能把你吓成这样？你们简直疯了！矮老爷神通广大，来无影去无踪，还会幻术，你们怎么敢找他的晦气呀？你看啊，这位可是东关黄家黄老的孙女，这位是蹲寨龙老蓝的外孙，有这两位保驾护航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而且马上就到了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次进山是为了搜救我失踪的堂哥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拖后腿。咱们快走吧。走走走。这下面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地方。没错，最后一条位置信息就是从这里发出的。不过想下去可得绕一段远路啊。没时间了，直接下。啊？搜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线索。是是。总感觉有什么东西盯着我们。小左啊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这是我堂哥的东西。哎，老爷，这小样绝对错不了。堂哥的事，很可能也跟矮骡子有关。
大家别慌，我有办法。香灰，一会儿搅拌一下，分发给大家，或许能用得上。嗯，好嘞。在我身后，幻觉，看来骡子真的会幻术，我们小心一点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刚才我又感受到脑中那个意念，告诉我如何看穿幻术。堂哥。好了，您放心吧，我和堂哥天亮就赶回去。嗯，哎呀，
小左啊，这汤也没什么，我之前在山里遇险，野猪尿都喝过。陆长友，你们太乱来了。3年前的那件事你忘了吧？就是色盖村进山采药的那个年轻人，现在都疯了。要不是他母亲是个狱中师，估计早死山里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左，这个虫师和你外婆也认识，他俩年轻那会儿斗得很凶，按辈分你得叫他阿婆。哎，这么快就喝了？没想到味道还行，有点像老母鸡汤。好喝的也没给我留点儿。你不是说味道还行吗？啊，怎么？可能是起作用了。来这边躺下休息一会儿吧。哎，对对对，来，慢点慢点啊。他们都还活着，我们得去救他们。黄姐。我带人去找你堂哥，你受伤了，留下来照顾陆佐吧。啊，哥几个，再辛苦一下吧。走。老爷神通广大，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李德才，你要干什么？陆总，快醒醒！我们得赶快离开。李德才疯了，他把矮骡子放走了。必须得想办法突围。对了，用火试试。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和金蚕融合。莫非，莫非是堂哥在那边？黄杰，你们快跟我走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找到同行的人之后遇到了危险。小叔他们呢？他们都受伤了，只有我一个人跑回来报信，来不及解释了，快走吧。你的身体还撑得住吗？啊，走吧。
小叔，小叔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小叔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好大一块金镯子，这回发达了！嗯啊，香喷喷的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我的金子呢？你们中了罗子的幻术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堂哥呢？你看那边，我们被堵截了。看来他是想把我们一锅端啊！一群臭毛猴子，料他们也没这个本事。不要大意。好疼！陆总需要时间融合金蚕，我们不能贸然突围，必须保护好陆总，让他有足够的时间。我们杀出去，守住洞口。住手！那是你妹妹呀！小左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！这东西是刚刚从我体内跑出来的，难道这就是？金蚕，
它停下呀！我也不知道怎么控制啊。金蚕，停下！外婆传给我的金蚕，小总，你没事吧？大老远把我叫来，还骗我说食宿全报销，现在却没影了，不靠谱！不进来消费就站远点，别挡着老娘做生意。我只是想来画个圆。画圆？你以为你是唐僧？滚！此地阴气太重，可惜无缘度化。皇室古董店，这么个小破镇居然还有虫女出没，哼，看来附近有高手啊。到这里就行了吗？如果需要我可以等你们一起回东关。谢谢，不用了。金蚕现在不受控制，我要找的这位罗婆婆可能会知道驯服金蚕的办法，堂哥伤势比较严重，你还是尽快带她回去吧。走吧，小叔。陆总。嗯。那些黑衣人可能还会出现，你们办完事就快点回东关。嗯，别担心，我一定会多加小心的。黄小姐，你就放心吧，陆佐的事儿黄老爷子已经知道了，他老人家已经派高人来接应我们了。黄老爷子和你外婆是旧识，吩咐务必要保护好你。带上这个，别死了。哟，行啊，小左，我被矮骡子绑走的那晚，你们俩，嗯，听说这是黄大小姐随身带的武器，雾隐山大师开过光的。行了，小叔，别开玩笑了。小叔，我们要去见的这个罗婆婆，她真的知道驯服金蚕的方法吗？我小时候，三十六洞还有许多像雷圣这样的虫师，你外婆呀也是其中一员。只不过40年前发生了一件事，听说那次你外婆和许多虫师一起进了山，但只有你外婆活着出来，而老婆子从山里回来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村子。这个罗二妹啊，很可能就是当年进山的虫师之一，如果他也不知道，那你就只能去问林渊会喽。傻子宝松不要脸，牛粪当成金子捡，拿到镇上想卖钱，惹怒老牙被痛扁。傻子摔倒了，打他！你们两个，快跑！又来了两个傻子。镜头是真的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你们相信我。你没事吧？快起来吧。
你是好人，金子，给你。不了不了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龙二妹有个傻儿子叫王宝松，拿着牛粪当黄金，该不会就是他吧？我们是来找龙二妹婆婆的。你就是她的儿子，王宝松吗？你认识我妈，也认识我，可我不认识你。哦，我懂了，你是我爸。妈，爸没死，爸回来了。爸回来了。等等，你别乱喊呐。爸回来了。喂。简陋，不便招待。两位请回吧。哎，罗爷，是我。我是隔壁村的小鹿啊。说起来，我还是您侄儿呢。小嘴儿。啊，婆婆，您这鞋垫纳的真好。滚。您老别生气，我们就是路过来看看您，给您放这儿了啊。哎，小什么东西？啊，没事，小虫子而已。后生仔，枯木银花三十六，敢问？你是哪一只啊？我叫陆总，清水江蹲寨人，今天来是想向您打听一下有关我外婆龙老兰的事。龙老兰，龙老兰是哪个短命鬼？我不晓得，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好，好吧，是我们打扰了，小叔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小左，等等我。哎，小左啊，我们就这么走了？这如果能问出来，他早就说了。不过他确实是个愈虫师，而且提到外婆的时候，性情突然古怪暴躁，应该不是普通的仇恨那么简单。问题是该怎么让他开口？还有那个小孩，进去后就不见了，我怀疑他养了虫女。虫女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哎，话说，虫女是什么来着？虫女，就是将异虫植入年幼女子体内，培育控制的一种方法。被控制的女孩，通常智力衰退，身体受损。都不医生。喂。肖大师，明白明白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黄老爷子派来接应你的人到了，带你去见传说中的肖大师。龙老兰，你害死了我男人，又让你孙子来羞辱我，这以为我罗二妹是好欺负的？滚开，还死不了！昨晚你遇到的那个人正在给黄老牙那个败类解虫。那就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了。哎呀，您这屋里一看就是高人不止啊。嗯，这走的是藏风聚气、招财进宝的路数，不
不过好像有些缺损。最近家里没发生什么怪事吧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嘿，哟，这难道是您的千金呢？哎呀呀呀！天庭无暇，木纽灵光，拿了贵人之相啊！你这种江湖骗子，我见多了，快给我滚，不然我叫人了！哎呀，我看您印堂凹陷，血气亏损，我看您最近关节肿胀、疼痛、退位等症状，尤其是每日有时，仿佛万重钻心，痛不欲生。此乃恶虫侵体之兆啊！你胡说八道！又来了！哟，别担心，在下乃云山真传修行者，今日相遇即是有缘，给您打个五折，算您八千。八千，你不如让我去死！要钱不要命，有气魄，那给您打个折上折，7950，怎么样？哎呀，价钱还没谈好就晕了，亏本了，亏本了。折磨人却不取人性命。敲锣好门香，响彻心，人如草履，起退。我有本事，这给你加钱啊！你个漏网之鱼呢，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我本来也没事。哎呀，肖大师可算见到你了。原来是我客户啊，刚才情况危急，多谢少侠救命之恩呢。哇，哎呀呀呀，这匕首好东西啊，我在黄老爷子那儿见过。哎呦，哼，肖大师好眼力啊，这是黄大小姐给的。这些不是普通的虫子，而是被操控的毒虫。哎呀，毒虫钻心，下手这么狠，这人是谁呀？好像叫什么黄老牙吧，身如其名。哎呀，这老小子也真够倒霉的。我的天！哎，你又活了，这些虫子怎么杀不死啊？他们怎么不攻击我们？好像在害怕什么。陆兄，怎么了？这就是传说中的金蚕啊！不会又变成怪物吧？金蚕怎么也进去了？根据记载，金蚕以毒虫为食，百毒不侵，不管是什么毒物，吃下去就能化解。
解决了吗？看样子已经化解了。哦，妙啊，这肥虫子也太方便了。哎哎，来来来，过来小肥虫，让我看看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哦，陆兄，你这肥虫子也太凶了，赶紧管管他呀。虽然他现在寄宿在我体内，但我也控制不了他，而且这家伙脾气很大，得叫他金蚕大人才行。哎呀！啊！啊！小朵，哎呀，陆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金蚕，果然是金蚕。这么说，龙老兰已经……不用担心，老婆子还死不了。既然他们敢管我的闲事，就得付出代价。你是我养的宠女，不如你来帮婆婆吧。这肥虫仔进门出门可真是随意呀。行了，肖大师，你就别取笑小左了，就是别介意了，陆兄。来，我再给你买上。哟，啤酒泡肥虫，大补啊！啤酒都喝，这家伙还真是不忌口啊。对了，肖大师，你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肯定也很了解虫师和虫术吧？能不能给我讲讲？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难怪你既控制不了金蚕，也不会虫术。这么说吧，我们习武之人讲究修身聚气，以气施法，而虫师呢，则以体内异虫为力量来源，通过修炼与异虫达到心意相通，操控异虫。嘿，施展招数。可这只是条虫子，我怎么才能和它心意相通？这你只能自己慢慢参悟了。传说呀，只要驯服金蚕，就能使用任何异虫的能力。更离奇的是，还有人说林渊会享用金蚕，打开什么夜郎古国的宝库，因此才对金蚕趋之若鹜。所以，我此行是受黄老委托，将你安全带回。原来如此，那你岂不是要因为我，与整个林渊会为敌了？萧大师真是太有正义感了。哎，无需多言，福报安良乃是每个正义之士的责任。何况金师盟开的价也太高了，傻子才不去。什么？总之啊，我必须把你全虚全影的送到黄老手里，所以遇到危险就交给我吧。先生，我们快打烊了，可以买下单吗？好的，那我们结账吧。陆兄，这到底谁照顾谁啊？真是。金蚕大人，小心点啊，别掉马桶里了。哎，我去，
你还真掉进去了？金藤大人，坚持住啊！你可别乱动啊！是罗二妹家的那个女孩，罗二妹竟然真的把你做成宠女。是罗二妹指使你来的吧？我不会伤害你。我，等等。没想到趁我熟睡的时候发起攻击，太阴险了。我觉得不是林渊会的人，应该是罗二妹的把戏。昨晚来的那个女孩，我确定就是罗二妹养的宠女。宠女？不会是我在黄老牙店里看到过的那个吧？你先把裤子穿上再说。啊？罗二妹的事情，我之前早有耳闻。三年前，罗二妹的儿子王宝松在青山界被矮骡子迷惑，把一团牛粪当黄金卖给了黄老牙。第二天，黄老牙发现黄金变成了牛粪，觉得是王宝松存心骗他，把王宝松拖到山里面殴打，打坏了脑子。哦，所以很有可能罗二妹是为了给儿子报仇掳走了黄老牙的女儿，还下毒虫报复黄老牙。就算是为了化解这段恩怨，我也必须再去拜访一次。哟，你还真是热心肠哈，那人家需要你化解恩怨吗？不好了，黄老牙带人去罗二妹家闹事了，我们得赶紧过去。走。哎，等等我呀，厕所没纸了。罗二妹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别打我，别打我！你用歪门邪道的东西害我三年，李必正，今天我要跟你算千古。哎呦！啊！
装神弄鬼，是吓唬老子？婆婆，手下留情！爸，他们打我！好生仔，昨天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再多管闲事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您这辈子从未滥用虫术害过人，何必因为黄老牙脏了自己的手？你这个爱管闲事的性子，还真是和龙老兰一模一样，我是怎么看怎么讨厌。既然你是他的传人，不如我们比一比，你赢了，我便不再追究，如何？陆总，你可别中了他的圈套啊！换作是外婆，他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啊！小辈，我这千足一冲练了一辈子，就是为了胜过龙老兰。婆婆，我外婆到底与您有什么仇怨？如果是外婆的错，我一定代为补偿。补偿？你说的轻巧。40年前，龙老兰独占金蚕，害死我丈夫和同行的37名虫师，你要拿什么补偿？婆婆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外婆一直致力于销毁金蚕，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萧大师怎么还不来呀？萧大师，你得……三大人，别冲动！难怪金蚕这么弱，小子，你还没学会虫术吧？不如让我来操控你吧！金蚕大人，万山茫茫，蔽日洞光，孤身有术，遁形无方。哎呀呀，这下不好了吧？你赶紧想办法呀，萧大师！龙老兰，龙老兰，你竟然还有脸出现！婆婆，她说什么？我是陆佐啊！今天我就要为丈夫报仇，除掉你这个叛徒！天者无良，地者无助，烟火我者。陆兄，金蚕激发了罗二妹的执念，也被仇恨同化，你必须让金蚕清醒过来。说的轻巧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哎呀，你好好看看罗二妹。面前有这么厉害的虫师给你做示范，你还不知足啊？那么多人一起进山，为什么只有你带着金蚕活着回来？要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我何必苦练千足一虫，弄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？金蚕，快点振作起来啊！
办了。若不杀你，我如何去见死去的丈夫和同门？千鬼万众，独尊无体，独王独圣，金龟无身。青蚕大人，回来。想到金蚕这么厉害，险些失去意识。金光凝聚，镇压山峦。这就是重塑，这才是金蚕真正的力量。好个后生，竟然当场就学会了重术。这萧大师，要不你冲进去吧。啊，没那个必要了，他已经成功变成小毒物喽。啊，我们别打了，婆婆，您的身体已经……休要多言，今天就让我好好教教你重师的规矩。金光如到头来还是赢不了。婆婆，您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放心，老婆子既然输了，自当遵守诺言。朵朵，朵朵，为什么？这到底是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求求你别打我了。啊啊啊啊原来是我害了朵朵，是罗二妹走了。金子给你。没想到金蚕还有治病救人的法门，多谢婆婆指点。哼，什么指点，不过是让你帮我救这丫头罢了。关于你外婆的事，其实我在试图控制金蚕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明白，当年那些虫师很可能是被金蚕的力量诱惑，自相残杀。陆祖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婆婆，我老太婆已经支撑不了几年了，你能不能带她一起走？您放心，就算您不开口，我也会继续帮朵朵治疗的。不过愿不愿意跟我走还要看她自己决定。朵朵，婆婆没有不要你，只是想让你好起来，养好身体，你就能说话，能帮婆婆干活，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回来，好吗？你
答应林渊慧的事并没有做到。老太婆，我岁数大了，犯糊涂了。现在反悔有点晚了吧。你误会了，我是说跟林渊慧合作是我糊涂了。你已经到极限了，对林渊慧没用，去去吧。怎么了朵朵？嗯，喝吧。左喝。哎，朵朵好偏心啊，我好伤心。是不是想婆婆了？嗯。婆婆给左。哟，皇儿妹对你不错呀。哎，老兄，嗯，有没有听过许应志这个名字？许应志，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人？罗婆婆说，当年是许应志带领虫师们进山找到夜郎国遗迹。罗婆婆因为怀有身孕，没有跟去。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想许应志可能是最清楚的。许应志这名字，我听我师父说过，不过他好像40年前就已经死了呀。死了？哎呀，说来话长。等回东关见到黄老，你还是问他吧。哇，你们是在讲什么都市传说吗？哎，我们对这类故事最感兴趣了，虫师什么的，是真的吗？哎，虫师嘛，当然是真实存在的。他们看起来与常人无异，但是却有操控异虫的能力。有些虫师更是会利用异虫做出骇人听闻的可怕事情。不过大家不要怕啊，云山真传修行者在此。啊？哎，不才本人随身携带了一些小小物件，恰好有驱邪护体之用，有需要的找我就好。真的假的？老肖。哦对，这位是我的搭档陆大师，他身上的护身符更是举世无双，是不是啊，陆大师？除了这些，还有私人定制服务，打包的话一律五折，怎么样？我看都是批发来的地摊货，最贵也不超过100块钱。你准备开价多少？哎呀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形虽相同，其内则大不相同。我这些都法力加持，各种功效可是批发不来的。哼，真够胡扯的。为了卖个东西满嘴跑火车。哎，这人谁呀？这是我们师姐张君兰。哟，这位师姐。谁是你师姐？师妹。差不多得了。怎么搞的？车怎么停了？哎呀，刚开的车呀！干嘛呀？哎呀，真晦气，撞上野狗了。不对，没有血迹。这野狗早在撞车前就已经死了。啊啊！不会这么邪门吧？敢问师姐？在哪里高就啊？啊！麻烦您不要叫我师姐，好吗？哎，有了有了！哎，怎么又没了？这破地方连信号都没有，我的也不行。对，对了，有件事情我说出来，你们别害怕。我之前听其他司机说过，这一带山路上曾经出过事故，有一车出来玩的游客离奇失踪，后来有人在山里看到。去失踪的游客像木偶一样排着队。哎，
你鬼叫什么？吓我一跳！别说了，太吓人了。大家看那边。有光亮就是有人家，我们去看看。我可不去，我还得修车呢。那我也回车里吧。有两位大师，怕什么？赶紧走吧。师姐，等等我们。走吧，护花使者。有人吗？老人家，我们的车坏在路上了，能不能在这借住一晚？哪儿来的小丫头，快走！这么凶干嘛呀？我们只是车坏在路上，想借住一晚而已。是我失礼了，请进。没想到这里还有人家，太幸运了。好大的房子呀！伤你，手下留情吧。老乡，你注意到没有？那口井有问题。哟，眼力不错嘛！此乃锁器藏会之格局，必定是心术不正之人所布置。这井恐怕另有他用了。说不定这里的主人正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左那边。朵朵，别害怕，再等我一下。而且我看那老人言行举止不像主人，似乎有什么人在背后指使，恐怕这屋子还有别的高手。看来你经历罗二妹的事情之后，经验老道了不少。糟了，朵朵呢？还有身边几个女孩的声音，人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小心有炸，我先过去，你留在这里不要离开。金蝉大人，朵朵不见了。你去哪里啊？
金蝉大人，等一下！金蝉大人，蜘蛛网！你想去哪儿啊？我的小侄女不见了，可能是贪玩误闯了禁地，我一时心急才会冒犯。青老前辈，少废话！什么关系？你认识我外婆？我们并不认识，但作为虫师，怕是没人不知道龙老兰的大名吧。龙老兰的为人我知道，看在她的面子上，我奉劝你一句，这里可不是活人该来的地方，赶紧离开这里吧。可是告辞了，前辈。哎，自从林元辉来过之后，王家一切都变了。希望我们能对得起王家列祖列宗。发儿，你是不是操控木偶去了井底下？
好险了。哎，冒犯了。看来你还真是个修行者。如假包换。你早就察觉到不对劲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这个嘛，情况有点复杂，不过现在也来得及啊，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。菲菲和小圆被抓走了，我要去找他们。别走！都是这该死的丝线！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倒要看看，你们要把人带到哪里去！人藏哪儿去了？会动的木偶。不是我的对手，就别自讨苦吃。怎么回来了？这也太臭了，这群果然有问题。这肥虫子倒是挺会找地方躲避啊。这是木头的，还是干什么？什么？真是老肖？再想办法了，金光震煞，凶会消散。哎呀，还是不行，看来只能让金蚕大人出手了。好久没见过这么好的傀儡胚子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有了你们，法儿一定能出人头地。对不住了两位，复兴王家光宗耀祖得借你们一用了。你
高兴得太早了。啊，主人，您终于出现了。金蚕大人，被僵了一军呢。陆总，小心啊。金蚕大人，小心点，别误伤了他们，他们都是活人。啊，没完没了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必须先打倒操控者。算都出来了，你们把其他人怎么样了？这不可能！人，爸爸妈妈告诉过我，那都是傀儡。人，你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好人。接受我的改造之后，他体内的八目异虫便可从傀儡中吸取养分，只要多抓活人练成傀儡，他不仅性命无忧，大成之时你王家还能东山再起。今天开始，不准离开房间，不准再去井底。好人，就活人。你想让我救他们？嗯。再给我上！你不会懂的，我都是为了孩子，有了你金蚕宿主，我的孩子就有救了。你们用这种方式救自己的孩子，让一个无辜的小孩背负这么大的罪孽，你想过他愿意吗？别跟他废话，不留活口了。千悔万仇，独尊无体，独王独圣，尽归无身。金蚕大人回来。
一群中看不中用的家伙，还得让我亲自出手。不要啊！好孩子，去帮帮爸爸妈妈吧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是八目异虫。法儿的八目异虫修成了。林恩惠的修炼方法没有错，我们没有错。没想到还有别的招式。铁线一种，你有没有受伤？你们赶紧走，这里的事已经和你们没有关系了。跟我们一起来的那几个女孩呢？不必担心，我已经把她们运到外面的村子里了。发儿，不要脸的老东西，居然帮外人对付我们！只要把她们做成傀儡，发儿就能得救了。夫人，您看看这像是异虫修成的样子吗？八目异虫被林元慧种在少爷体内的铁线异虫控制了。我们抓傀儡并不能治好少爷，而是一直在供养这条铁线虫啊！不可能，反而明明好转了。难道林元慧骗了我们？又是林元慧，可这样一来，发儿他……这是三年前就该发生的事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找到其他办法的。左，救左！喂喂喂，你热心肠的毛病不会又要发作吧？如果能帮上忙，我自然要管。救左！哎，好吧好吧，真拿你们没办法，这回亏大发喽。小心！你们怎么还没走？只要让金蚕吞噬那条铁线虫，也许八目异虫还有救，那个孩子应该也能活下去。小毒物，回去可得给我报销啊！妈妈开心，想要变强，可我好像搞砸了。对不起，不，不是的，妈妈，爸爸，不应该为了我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。大蜘蛛依附我而生，只要我死了，大家就能得救。啊！不要！你！
生，我心即明，万化齐平。不、哦，哎，陆总，你没事吧？别担心，朵朵，没事了。王家人失败了，没能杀掉金蚕宿主。没关系，下一站就是东关了。1982